芝加姐请教一下，听说你拍过9部的电视剧、2部网络剧、1部电影，还发过5张专辑，请问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你拍了这么多的作品，但是现场没有一个人知道。哦，来来来来，我来我来，陈大天，这种卡小交给我就好了。大天，如果连你都有小燕姐这个干妈帮你出200万，我有几个干爹关你屁事啊？是大概1800万下去。思佳姐，大家都知道王思佳什么都不会，只会炫富嘛，买一堆包包，买一堆鞋子，还在育儿房花费了50万，你怎么不花一些钱在你脸上啊？钱在脸上。贺龙，我跟你最大的不同就是，我是演艺圈第一个要花那么多钱让我自己不要那么漂亮的人。